他说其实阿文是跟我在一起，然后我把白云当作工具人，我要利用用白云炒新闻来气阿文。阿文都跟我交会，嘛较正经的，我无法度啦，我报袂落，我气着啊，我要嫁给白云啊啦。杨秀慧被曝蜜恋台一线小鲜肉，气到撂话，我要嫁给白云。我们今天有看到新闻吗？小鲜肉新闻搞得好像我是桃花发电机哦，什么城门山，什么马国贤，什么白云，哈，今麦有个阿文，难免你才讲我跟刘德华的哈。难道啊，就是这个领口刘德华让咱们秀慧姐跑去了白云吗？22号有周刊爆料，他的新欢是台一线团员阿文。新闻炸锅后，杨秀慧情商火线开了直播澄清。我还跟他讲说，拜托你，人家阿文是有家庭，不要乱写。万一人家老婆想不开，或者是起家庭革命，这样都不好。虽然还没有结婚，但是这个空中小姐，我帮她生一个小孩。啊，我也要在这边哦，跟那个阿文的妻啦，哦，跟阿文的妻啦说一下哦，谢谢你信任我这个姐姐，哦，啊，也要跟阿文的小孩说，你放心哈，哦，秀慧阿姨是一个很正经的人，并不是像你在电视上看到我这样子不正经。你要学我怎么样，我都无所谓，我真的无所谓。你说我跟白云弄绯闻就算了，因为白云没有老婆，我没有老公，无伤大雅。我真的很感谢这些记者先生朋友这么的爱护我，吓到我袂出色魔同款啊！我是香炉哟啊！我哪有可能跟阿文呐，阿文不是我的菜，阿文是弟弟的，阿文佫跟我交会，嘛较正经的，我无法度啦，我报袂落。国家公的买双白银，白银较有钱啊，阿文较无钱啊，对无？哎，佫大块，身体佫无好，哎，用一间带起来钱拢咱的，对无？我气着啊，我要嫁予白云啊啦，本来卖啦，即摆要嫁予伊啊啦，但是袂当传播我的财产。白云即摆头壳莫名烧啊，要准备提亲啊，办一个世纪婚礼哦，应该也很不错啦。可是我首先我要了解一下，到底即摆白云是剩偌济啦？白云，你完蛋了，白云，不用怕，你是我的人呐，白云，我会吸干你，我会吸干你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，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佬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